官夫人，呢一次嚟香港嘅目的，因为佢嘅娇娇女泳儿小姐曾经发生过汽车失事，惊慌过度，虽然侥幸不至到死亡，但系因为受咗惊慌嘅影响，唔能够讲说话，变做个哑女。夫人为咗爱女情深，不惜金钱同埋辛苦，带佢嘅女嚟香港就医，同时亦都请咗一位聋哑医学博士龚百超医生嚟医佢个女。你个个礼拜同我嚟行下，包你以后冇咗胃病啊！如果行得咁辛苦啊，乜都假噶。哎傻，哦，咁你成日坐住打牌唔辛苦啊？好啦好啦，等我休息啊再行啦。真好啦，有你休息到够咧。大叔家行得好攰啦，你攰嘛？休息下先啊，吓。我都知道两个衰嘢啦，鬼鬼马马夹埋嚟吓我啊，肥佬！你做咩鬼鬼马马想吓死我？哇！你做乜嘢啊？系咁噶啦，你边嚟吓我啊？边个吓你的嘅？嘿，你个人咧真系冇理由嘅。
点解你硬嚟喐口要喐手嘅咧？虽然会肉痛，但系晒塌啲嘢都唔好啊！嘿，真的。阿文啊，喂，你的办法都唔使得噶啦，不如照阿龚医生咁话，慢慢鼓励佢咧。我日夜都鼓励佢啦，都冇办法。不如咁咩？等我嚟试下，希望得啊。好啊，你试下啦。二嫂啊，嚟嚟嚟。哥，大哥啊，好啦，算啦。你走啦你，大哥。大嫂，你误会了大哥的好意，现在他们已返家，我也和你一同返家吧。唔返，我一定唔返噶啦。你唔好跟住我啊！真系对你唔住啊，二叔。如果二小娜真系有意外，你叫我点算好咧？